哇，真久。哦，我们的关主卫冕成功。哦，这场打特别久，难分难舍，很激烈念能力的碰撞。哦，我才刚讲完黄承轩就投出绝杀球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一支小豆苗。哦 ，fuck。就像其实在上个礼拜之前，他应该今年都没有想办，他也是突然想要办这一年度的。黄承轩不确定，因为一派说法是一年一度，另外一派说法是黄承轩说今年办，明年就可以不用办。哇，我也觉得完全可以啊。哦，我才能去报名分站赛，才能拿到积分。然后那个中央的 Jackson， 他刚毕业。嗯，确实。有。哇。好，走吧，回家去。收到业配台。好，你来做结尾。好，大家都看到了 ，Booster 是一颗可以在半场投进的球。耶、yeah！ 这个影片看直播购买的观众。就是记得那个私讯粉专就可以买一送一，没错，就会你购买之后我们会寄两颗给你，对不对？怎么那么好？对，买一箱送一箱哦，买一箱24颗送24颗哦。那么多酒干嘛啦？我不知道啊，爽啊！哎，这可以从半场投进来，开个玩笑啊，对不对？